去打你的麻将呀，去打呀。那你也去看你的抖音妹妹去吧。刘海是怎么对，我们拍了两首歌呢。我可是学了，拍了两个呢。放心，大家。手怎么了？哎，不小心划破了。白酒不？吃过了，吃很饱的。哈喽哈喽哈喽。不是呀，排的天草的 MVP 呀。20号不是吗？还是几号？对的，今天还蛮快的。今天小猪说13、14。然后我说 OK， 然后这么一想，那我就是13号两场，然后再14号一场。谢谢每天的奶茶。对，今天要排的结束了。对的，谢谢小孩的奶茶。还好啦，没关系的。忙点好吧，总比我就是一个人闲着好。哎呀，我这个刘海太咋的了，这是咋的了，这是。对的，又是两天三成的。我吃了，但我今天吃的，哎呀，撑死我了。谢谢茶啊渣的巧克力。谢谢南柯南，南柯南，南柯南的叶底，谢谢你的蝴蝶，雪雪雪雪女朵蓝蝴蝶，谢谢。确实，好的，大家，就是你们说让我当心什么的，我也不敢说什么，我怎么就是这种时候，这种话就千万不敢说，你知道吧？就是。你们大家也注意好，知道吧？就是对。对。什么 flag 也不要说，啥都不要说，咱们就是说，真啥也别说，啥也别说。有人自己在剧场都不戴口罩，但我们没办法，我们肯定不能戴口罩演。哎，说起来很搞笑，我就是我还没有翻盘，但是我你昨天瞄了一眼，哦，是的，这个发色很神奇了，现在就是，哦，不说，哎 ，OK，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有一位朋友呢，就是也是，就是我认识的粉丝，就是比较眼熟的粉丝。谢谢小叶的巧克力。然后呢，正在机场呢，当时我就感觉我好像吸进去一个什么毛，就是那种舞台上飘的那种东西嘛。正轮到他过来跟我击掌了，我人转过去打喷嚏，然后他给我发翻牌说，怎么轮到我击掌还要打喷嚏的呀？就是我整个一个脸背过去。我就是一整个脸扭过去没看他，把手留给他，就是对，就是那种，就是他就控诉我说，怎么还有机长打喷嚏的呀？真的很搞笑，主要是这种
来了你忍不住的呀，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虽然我还没有回复你的翻牌，但是很搞笑，真的很搞笑。就是他，我当时看到他眼神都惊了，他就是他都惊了，就，谢谢，LLLM 一直 TRO 的 LLL 的那块，真的很搞笑，很有意思。就是喷起来的挡不住，就是这种。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想到，他不会就是去回想这是为什么的，因为就是我这个非常明显是打喷嚏，是吗？真的很搞笑，刚好到他，然后我就把头别过去了，我说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咱们就是真忍不住了，真的忍不住了，真的忍不住了。哦，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明人，我们打喷嚏当然就要别过头去，然后另一只手捂嘴，咱们就是这一只手留给对方。哦，你击掌就够了，我扭过去打我的喷嚏，真很搞笑。谢谢老菜包的高级马克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轩轩女，轩轩轩轩轩轩 ，thank you，thank you。是吗？那是个符号啊。谢谢跳河的大山，谢谢小弟的奶茶，就是。不是我的侧面，我对着墙还拿手捂着，咱们就是说小喷嚏，小喷嚏，不是那种啊嚏，是啥啾？但是就是忍不住了，真忍不住了，就是不小心吸到蜘蛛。谢谢小姚的巧克力。什么啊？什么叫装可爱？我就问问了，我需要装吗？当我没说好吗？谢谢毛毛的大婶。当我没说好吗？但是你们也不能这么说。我自己这么说，我可以吐槽我自己，你们不可以这样吐槽我。还大姐，你这位大姐，你居然叫我大姐，虽然我确实是比你大的姐，但是你不许叫我大姐。这样叫我很没有面子，怎么能叫我大姐？哪一位大姐叫我大姐？没关系，也不用叫我大姐姐，我不像，我是，谢谢又泡水的花儿，哎，别提海龟汤。不会，别提，求你了，救命！咱们就是说，不要说这个话题，今天千万不要说这个话题，今天千万不要说，不要说这个话题，不要说 ，no。就是这个事情，就过眼结束，就忘掉了。我已经在努力忘掉了。可不要影响我睡觉，我明天可是很重要，千万不要影响我睡觉，影响了我睡觉，我就是有点生不如死，太难受了。MC 什么？就是这个，我们公演结束就是要忘记这种事情，忘记。哎，怎么谁的红色假发在我屋呀？我一会儿发群里问一下，谁把红色假发扔在我屋了？我以为那个招财林长了红毛呢，吓死我了！哎，我也真的是真想给你们看看，我那个上面架招财林上冒出来几撮红毛，给我吓死了。仔细一看，是假发搭的那个上面，哎、我成精了，吓死我了！对，就是那个 ，Oh my god！离谱，太离谱了。转一下，等一下，太麻烦了。因为我转过来脸是黄的，不是黄的啊，就是不转。看看，看看乱不乱？你给你们看一眼，看看。红毛，这个红色的像尾巴一样的毛，看见了吗？
真的栓 Q 啊，真是栓 Q， 家人们，谁也没想到长红毛了，长红毛了，谁咱们就是说也没想到啊，真是绝了，真是绝了，咱们就是说家人们，真是。Look how we can fly. 我发现我这个牛仔裙跟我这个黑色的还挺搭的，是吧？谢谢酸酸里边的小屁，谢谢顾敏老板。养老顾影的高级麦克龙，谢谢你的比高，谢谢养老，谢谢你顾影雪雪。是的，怎会如此搭呢？哎，我这头发怎会进化成这个样子，非常神奇，真不错。我看就是上工也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谢谢跳河的大神。我跟你们讲，就真的是换一个那个什么，就换一个感觉。因为我这个裙子之前呢，就是我黄头发的时候有穿过，谁敢相信，就是我黄头发的时候是有穿过这个。但我现在这个颜色，你们就好像是没有见过这个裙子一样。好吧，应该一直都这么看就像，这么靠你就比较像。上照片，这个让我想想要怎么形容。他呢，这边我管他叫抹布色，就是他这边真的很像抹布，就是你看，就是很脏脏的那种抹布，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像抹布，家人们？我管这种叫抹布色，然后上面的就是被我那个，是的，现在脏脏也是一种潮流啦。那个什么，让我给你擦桌子，你忍心让我让这位小号 rise 的头擦桌子，好狠的心呀！你还是就再找一个孩子吧，这样子太狠心了，没有见过这么狠心的母亲，说实话。不行，我只能我自己叫我自己抹布头好吗？你们不许说我抹布，我就是这么的双标。你们说我抹布，我就，好大的胆子，竟然这么说我！但是我自己可以自己说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双标人，我今天就是阿彪。Never done it. 双标阿布啊，抹布，双标抹布，你真能想，抹布精。算了，这些名字都不好听。阿彪，看错了，哎呀，左边是啥？左边这个是抹布啊，右边就是旧抹布，你看，右边更旧一点，做旧子。Be who I want, give it what I got. 那就只是埋眼睛好吗？就不要看头发了。
无法直视的话，同款当然是去拿把我的照片拿到理发店给人家看，说我要染跟这个小号 right 一样的颜色。手指怎么了？做家务，做被就是继母虐待，继母让我做家务，然后我就去做家务，他就是说虐待我，导致我伤到了一根手指头。真的就是说，当抹布姑娘的日子真的不好受，被我的继母虐待，被我的两位姐姐每天就是谩骂，残忍的批评我。好啦，是虚拟姐姐，没有什么。但是我的手其实就是，好吧，我跟你们讲一下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就是，我就突然发现我手有点疼，一抬起来发现，哎呦，划破了，还流血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就是你让我说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这是事情的真相，但我总觉得这个真相很没有意思，我需要进行一些炒作。毕竟这样子的真相是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意，所以呢，我要捏造一个有话题度的真相。一次，我被继母虐待，还有我的两个姐姐虐待。Yes， 这就是现在新媒体时代。开玩笑，只是为了强行押韵，耶耶，强行押韵而已，呦呦呦呦呦，我在胡说八道，就是不要搭理我。2000到账，支付宝到账2000元，支付宝到账2000+1元。我其实本来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创可贴的，结果跳换镜出汗脱落了。跳换镜，你的手指都会出汗，就是我跳完火柴梗，哎，跳火柴梗之前还是跳火柴梗之后，反正就出汗了。我的本身可爱的创可贴就脱落了，然后我就重新粘的。为什么最喜欢看我胡说八道？那你就是品味独到，哪个袁妈这么不懂事？我也不知道呀。白色那个是粉色，我贴的是粉色创可贴。我的胡说八道，真感人呐！什么，居然胡说八道也会被吸引？拳打脚踢那些都是，我想说这个团体到底解散没有？我现在对这个团体已经免疫了。不要可爱创可贴，是的，我一跳它就是这个不需要我这么可爱的，咔嚓给我脱落了。谢谢跳河的大神，散了，哎呦，散了。对，我真服了，我又把人家裤子给穿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搞的人家以后我去带一跳跳谁的位置，我都不敢穿裤子了，我都不敢穿了，我只敢穿裙子了。我这是救命，这是老天爷不让我穿裤子吗？我请问呢，我每次穿裤子，我裤子都要掉，我裤子都要坏，还要狼狈的。谢谢顾初年的大闪，我还要去狼狈的，就是在所有歌结束之后把那个断掉的袋子再捡回去，乖乖的给阿姨说，阿姨，这是我跳掉的袋子，你再重新缝上去吧。你说人家本来跳这首歌的人再一进来一看，哦呦，被带衣的把裤子给穿烂了，但还好就是让阿姨又缝上去了。真是服了，我这辈子不穿裤子了，跳环境啊。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万一没裙子呢？但是
真的，为什么呢？我那个裤子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我以前穿那个裤子，我咋就不掉裤子呢？怎么就现在我穿换境就要跳裤子呢？我跳换境就要脱裤子呢？啊，掉裤子就要坏裤子呢？我怎么现在就是谢跳河的大神？我怎么现在跳换境我的裤子就不让我穿裤子呢？我现在说话对了 ，OK， 我刚刚就是脑子没有大脑，话没有到脑，话没过脑，对不起，我天哪，我这个嘴巴这是有点东西，我的妈呀！救命啊！哎呀，天哪！我好好说，刚安的。哎呀，今天就是可能排练完吧，人比较亢奋。好喝吗？我觉得真的很好喝。其实我很久之前有一次在握手会有喝到过一次，我当时就觉得好好喝呀，然后真的很好喝。我刚刚排练，我排练还喝了一盒，然后我觉得不够，回来又继续喝。谢谢田小伟的巧克力，真的很好喝。我祝他生意兴隆，是吗？甜度大概多少？不知道哎，看不出来。四川人从小喝到大，那我现在开始喝，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四川人？啊，别，你当我在说屁话，我是发神经。家人们，别管了，别管了，就是排练完，就是这个脑子真是有病，真是有病，真是有病。谢谢周末的巧克力，真是别管了，这个嘴巴我真是管不了一点。直接我的户口本成精过来质问我，哦呦，户口本直接成精，你笑做甚呢？还笑到死踹子，直接变成那个户口本精这样子质问我，我刚说的是内蒙话，你笑做甚呢？居在小小小居在小座哎居在小哎居在小座小小哎完了怎么说居在小居在小座死哎 Oh my god Oh my god 不会说了，我会说内蒙话，等一下我现在翻译一下。听完你这个内蒙话，我觉得我不会说话喽。哎，说话了，会说了。Oh my god！ 等一下，听我说的是内蒙话，救命，家人们，我说的是内蒙话，内蒙话，我说的是内蒙话，内蒙话，内蒙话。我叫王瑞奇，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说的就是你们觉得有传闻？我是什么人？我是内蒙虎斯人是对的，对的。哎，等一下，我是会说的。酸奶喝 ？No， 不是的。哎，等一下啊。敲得麻得。敲得麻得。让我来捋一下。我先给自己洗脑。
我是内蒙人，我能听得懂内蒙话，我可以说内蒙话，我要说话，让我来看看到底是谁在说我，哎，到底是谁在说我，说我不会说内蒙话。我说的非常标准，非严查户口。哎，我真是内蒙话，来个内蒙人行不行？我刚说的味道是对的。哦，真是救命了，救命了！来个内蒙人行吗？内蒙人，内蒙话，我说的对不对呢？我说的对不对？谢谢小姨的煤块。你这样，你发一句，我绝对是可以翻译过来的。对，你看，对啥对？你再来几句，我这呼死人都不会说了。说了，你说对不对？我个内蒙人，觉得难拼，觉得难拼。觉得不好说，内蒙串串，我这是救命了，我们内蒙话，串串哦，我知道了，串串应该是串串，内蒙串串，咱们就说。哪有翻译器啊？我现在就给你们说，我再洗脑一下，真的不是，真是内蒙话。我跟你们讲，我再想一句话，怕我难受，这句话我是真的会说，你怕我可怜，你怕我可怜。你看这句话一定是内蒙文，你怕我可怜，对吧？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是，哎，但是我们没有试这个音，我们是，这才是了，哎，咋是？哎，这哎。去什么？去余宝茶了，没想到忽视掉，真的。你看，我说啥来着？都说了，我们这个呼市话还是跟这个四川话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像，那个一样的。嗯，你看看，我刚刚说的非常的清楚。对的，来，你看。你看，把我误会了吧？误会我了吧？我就说我说的是那个内蒙话，还偏不信。你看，真的是，居然说我胡说八道。东北话，哈，那不是说来就来。那不是说来就来吗？哼，那我来想想。呼市没有烤馕，那是新疆吧？呼市是被子，我都不太会讲了。不是我觉得我不会说，我只会说东北味儿，不会说东北话吧？但是东北话可能就是有东北味儿吧。但是你们突然让我说，咋说呢？哎，就是对，就是这个，我想想啊，咋说呢？就是反正。说话呢就得就是要凹着那种感觉的，就是要凹着的那种，你啥呢都是往下，就是荡一荡，就是那种，哎呀，我有一次直播我在疯狂说方言，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气氛
不适合说非常彪悍的东北话。谁也不学了，谁也不学了，我怕我脑子转不来。广西罗西魂，罗西魂，我想去罗西魂呢。这个真的很搞笑，罗西魂，我想吃罗西魂。大家你们把我当方言词典了，我不是什么方言词典，我刚刚自己家乡话都想了半天，想半天呢，咱们就不说，一下子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了，转不过来那就是一整个语言系统混乱，语言系统混乱，那就是说导致这个就是大，我知道，咱们就是说我深知我有这个语言天赋，所以说啊，这个要补档还是可以补得到的。我今天我全说了就怪累的。动物啊。不会再说我学狗叫学猫叫学得很像吧，哎，但我确实我每次学猫叫呢，就是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开电台学猫叫，他们说他们家猫过来了，但我就是在瞎叫而已。谢谢雪碧的梅花，不，我这个适合电台，我不能就是直播里对着我的脸说。谢谢崩Bonaventure 什么东西，这个怎么念，谢谢 Bon 的马克龙，谢谢你的高级马克龙，谢谢你 Bon 谢谢 Bon 辛苦，谢谢你 Bon， 谢谢你刚现做的白干帅，我牛叫，我什么时候牛叫，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母了，我什么时候牛叫，我还学过牛叫，母，想听我唱《水牛记》。谢谢来日的大神 ，Oh my god！ 鱼也有叫声，鱼怎么叫？鱼只能吐泡泡了吧？但我现在学不了，这种都得电台，但我真的学过，但这个不像，这个就是得开电台，这个得开电台，就是那个你的嘴巴得对着那个音孔才能，其实是这样的声音，但你们刚刚没有听见，它没有崩，它没有音，它就是上下嘴唇，听到了吗？能听到吗？哎，这是轻，等一下，这个是轻，对吧？这个才是鱼叫，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是那种家里边那个鱼缸里边，它就会有那个的那种小声音。谁跟你们群呢？我真是翻天。好了，我一下子把这个电台搞得像这个动物世界一样的了。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化妆，我一直在耳机里听。换话题了啊，不播了。就是没嫌弃你们，我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我有苦有我有话说不出，我的嘴巴如城墙，我什么话都蹦不出来。
对，很少看我戴蝴蝶结。是的呀，你说我幻境，我怎如何，我该如何戴蝴蝶结呢？我请问呢？我大幻境，我一个就是奔赴黑夜，我来一个大蝴蝶结，你觉得这能看吗？他也没有前四首戴呀。哦，我说我今天化妆的时候一直在听《芭比公主》电影系列的歌曲，好好听，然后现在也正在听。你们可以去网易云 get 一下我同款歌单，当然了，你们可能不爱听芭比。命运的 X 适合我。哦呦，命运的 X 号，哎，其实命运的 X 号要说 Unit 啊， Unit 我觉得好听的，当然都很好听，只不过要是我的话呢，我 Ice Queen 唱过了，就是深海之深，深海之深我还没有表演过。深海之深，哒哒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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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哒哎我哦呦这个怎么唱？深海之深，好，我就记得前面有一个，咚咚咚咚咚咚，深海中的神庙，海岸线的女妖，谁知道？哦，我是来自深海中的一道温暖，那阴风中的一种人。这是魔法的符号，雷神中的这一秒想起了航海人的心脏。哦，对对对，这个，就这个，这个我没跳过，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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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这个钢铁之翼又不是 Unit， 是大歌，而且我跳过，而且我只跳过两次吧，好像还是两次。还有一次跳舞好像还不在，好像是。后台偷偷真真准备好的，但其实有一些歌吧，是你有的时候是真的很难记，就比如说《钢铁之翼》，我有的时候方向就每次就要苦记，因为它这个分两波，就是这个娘那个娘。星座是不是命差的？星座是梦琪的吧？对，星座是梦琪的。啊，我喜欢这首歌。哎，我好喜欢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至少还有星光落在我眼底，为我站。而且我舞蹈我也很喜欢。钢铁之翼 C 过吗？不说钢铁之翼了。我大哥没有 C 过的呀，我怎么 C 呀、啊、家人啊，不是，有一次轮 C 过预言，谢谢少废话的巧克力。 C 过我很喜欢的揭开真相，月光穿过云的阻挡，一字一句将失落的创始者静静的洒在湖面上。哎呦，跳出来了。哦呦，好记性，好记性，其实我现在重生计划都记得，我记性真的很好啊，不过也是重生计划跳的次数比较多。红蓝色一下啊，哦，红蓝色，谢谢安静的美化。我刚讲话这样的吗 ？Oh my god， 我职业病人啊，不是，我刚刚是在表演。谢谢灵魂的奶茶。确实，这个是奇迹的，真的很准。这个有什么好哭的？我这个会的也是还是很多的吧？是吗？昨天话筒拿反过啊，有点懵，主要是那会儿太困了，后面跳精神了。啥时候换呀？我帮你问问老天爷。啊！老天爷呀，我的妈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跳三角？现在老天爷听见了，你们也听见了。我没有一直拿反吧，我记得我拿反过一次，然后我就
真在打人，我没有答案之书。哎，不知道有没有网络版的答案之书。哎，我看一眼有没有。哦呦，看有没有这种网络版的答案之书，感觉还挺好玩的。有啊，电子版，电子版答案之书啊。哦，它可以翻，我看一下，继续阅读。哦，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文档。哎，我真是救命，它是这样子的。哎呀，这怎么让你们看清？哎，反正是个文档，是要翻的。然后 ，OK。我要问个问题了，我要问什么问题？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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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家人们问个问题，家人们家人们问个问题。我天，刚才那个先问公演。 OK， 我从这开始。哎，我们什么时候能换三角函数，把三角函数不跳，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定。哎，我没定到，我重来一下啊，我从这儿开始。哎，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怎么动？这啊，这怎么搞的？哦，这样。OK， 这是第一，开始。我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三角函数可以不跳？三角函数什么时候可以不跳？三角函数什么时候可以不跳？定并非永恒。就是说三角函数并非永恒啊。你在说，哎，我不能说他在说废话，这样我是在不尊重答案之书。能不能神龙换这个问什么答案之书呢？想一想啊，啊，好搞，好有意思啊！救命！但是，哎，什么时候住新中心？我不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想那么快就开始张罗这些。瑞奇是好，就这个搞笑的问题。瑞奇是数字 number one 吗？是瑞奇是数字 number one 吗？停，等等，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什么东西啊？这个名字啊，真的很搞笑哎！哎，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嗯，生日公演会在六月吗？我现在不用问答案之书，我就可以告诉你，六月应该是没了，就是六月应该安排不到我生日公演了。啊，回了，就是六月份就是安排不了了。还有什么问题啊？谢谢铁板烤客机的烤串，谢谢谢谢，就是我不小心机长打喷嚏的朋友，谢谢你的饼干，谢谢。我是这个数字吗？反正开玩笑嘛，也不是不能问。好好玩啊，这个单只是我救命。从第一页开始啊，从第一页，第一页。瑞奇是这个数字吗？瑞奇是这个数字吗？瑞奇是这个数字吗？停！为什么？为什么？
呢？啊！你别笑死我 ！Oh my god！Oh my god！ 我真的是，咱们就是 ，Oh my god！ 我真是。不行，我要再玩一个，我再玩一个，我要再玩一个，大家，我要再玩一个，真的很搞笑，我天哪，好搞笑，哎，但是不对，我觉得因为你刚刚问的那个，你刚刚，瓜妈走了，你刚刚问的那个，他说等等，所以说跟这个答案是那个什么的，啊，所以我觉得，嗯。好搞笑啊！跟娟宝，娟宝不可能同台好吗？晶晶也是只猫咪，怎么可能去那个什么？再来什么？笑死啊！这个答案之书真的是，我天 ，Oh my god！ 再问一次，上封面。什么意思啊？下场公演上封面，哎，怎么起雾了？哎 ，Oh my god， 对焦啊，家人们，Oh my god， 嘿 ，Oh my god， 对焦耶，对焦，对焦，哎，好了，把手放在这里哈。等多久是这个数字 ？OK。等多久是这个数字？这第一页啊，第一页，第一页啊，等多久是这个数字？等多久是这个数字？等多久是这个数字？晚上起等多久是这个数字 ？OK， 停。相信你的直觉。相信我的直觉，他这个就是这句是个废话，我觉得。相信我的直觉。哎，我问一个问题：我的瓜妈多还是我的花妈多？从第一页看，瓜妈多还是花妈多？错，这是第一页啊。瓜妈多还是花妈多？我的瓜妈多还是花妈多？我的瓜妈多还是花妈多？停。三哎，上待十日。什么意思啊？上待十日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再问一遍啊？上待十日，哪个都不多呗。再问一遍，再问一遍。二选一不出，不好出答案。哦哦，不能二选一。那这种怎么问啊？是否？哦哦，我知道了。瓜妈比花妈多吗？我从第一页开始问。然后我这一会儿再反着问：瓜妈比花妈多吗？瓜妈比花妈多吗？瓜妈比花妈多吗？停！相信你的直觉。哎，刚飘过去个什么？然后我现在来：花妈比瓜妈多吗？来，第一页：花妈比瓜妈多吗？花妈比瓜妈多吗？花妈比瓜妈多吗？仔细想想再说。他让我仔细想想再说，我仔细想想。我真的笑死了。OK， 我要再换个问题。嗯，我要自己默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们猜。好，第一。
停。学会妥协，没什么关系啊，这有什么好妥协？不行，我要再问一个。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真的栓 Q。其实我问的是跟刚刚一样的问题，他现在又跟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又是个废话，这又是个废话，这又是个废话，家人们，真的，什么时候会有属于自己的宠物？哎，可以，什么时候有属于自己的宠物？什么时候会有属于自己的宠物？什么时候属于自己会有自己的宠物？绝对不。啊，这种不行啊！我来看看 apps， 看看答案之书的 app。获取。安装。我现在在安装了。当不了主人了，哈！哎呦，哎呦，嗯，哎呦，这个书，嗯，下载好了。不允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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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东西哦，这个软件，这样的。默念我的，哎，默念我的问题，救命啊，这个不太一样啊，来吧，什么问题呢？好紧张呀，这个软件还是个阵法，还在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呢？刚才那个，哦，我会有小狗吗？哦，不是，我会养真的小狗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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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我会养真的小狗吗？我会养真的小狗吗？我会养真的小狗吗？还有别的选择？谢谢默默的奶茶。还有别的选择？我再问一遍，什么呀？养猫？我难道会养猫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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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养猫吗？哦，这样，我会养猫吗？哎，观看广告刷新次数，
打开小红书，上面有非常详细的手工教程，只要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学，就能轻松掌握。赶紧点击下方下载小红书，达成手工新成就吧。我觉得问问题比较谨慎了，问一个要听个答案啊，听一个广告。啊，但是问已经问了，我会养小猫吗？见好就收。狗也不养，猫也不让养，让我养什么人？啊，不是，要让我养什么？啥都不能养。啊，没得养。再问一次别的。再问个什么？六进士了，我真是双 Q。我可以养，我可能是刚刚说小狗不太对，我可以养萨摩耶吗？我可以养萨摩耶吗？哎，这个没有让我看答案。我可以养萨摩耶吗？会失去自我。家人们，我这辈子养不了真狗了。我会养一些什么吗？看个广告。这才是男孩子该玩的玩具。打开小红书，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视频教程，只要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学，就能轻松掌握。赶紧点击下方下载小红书，达成手工新成就吧。我会养些什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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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我会养一些什么？他说我有可能。不是猫，不是狗，我真的双 Q， 我还能养什么？哎呀，我的嘴唇咬破了。但是你们这些动物不能全试一遍吧？但我这除了这两个宠物也不能，还能再养什么呢？鱼、鸟、鼠、人，鼠人是什么东西？龙猫、王八，真不错，你们这些啊，对焦 ，OK， 对焦。我们就不说养什么的问题了，我们换一个，我们来换一个。不养东西了，想想还有什么。谢谢瑞奇主人轻轻的花儿，我刚没说出来那个啊，不，换一个，换一个什么呢？今年会在上海什么什么？身高不需要，没有书，咱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就是那个什么，会得偿所愿吗？哎呦，这种问题不敢问啊，我的妈呀，今年会得偿所愿吗？没关系，我可以想。等答案出来，到时候见机行事。可以，哎，啊，算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代表很多的，可以得偿所愿吗？
再等等看。他说再等等看。再等等看，都是让我等，什么都是让我等，成为一让我等，成为啊不是一，成为什么都让我等，狗倒是没让我等，反正就是都让我等。Thank you, OK, 我再等等看，我再等等看，我再等等看，好吧，我再等等看。OK, 我等着，他没有否定我，他让我等。然后我真是等不了一点，我等不了一点。让人想想还有什么问题？这是什么 APP？ 这个叫得偿啊，呸，这个叫答案之书。还有什么问题啊？对焦，对焦，完了，现在弄手都没用。感觉搬是肯定能搬呀，就是这个问题就没必要问。换手机这个也是在决定权在我自己。谢谢小黑的巧克力。虽然说这个东西很好玩，但是一时也没那么多问题了，救命。对，这一会儿肯定这个问题又要有广告了。好的，能不能赚大钱？谢谢点点点的玫瑰花，谢谢同理的大神。能不能发财？这才是男孩子该玩的玩具。我真的，哎，我愿意看广告。那你们能不能每次别就这个广告？我真是服了这个。下面有非常详细的手工教程，只要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学，就能轻松掌握。赶紧点击下方下载小红书，达成手工新成就吧。OK。哎。这会影响你的形象。什么？我有了钱，我就没有形象了吗？我王富贵真的富贵了，就会有损形象吗？哇哦，好名字啊 ！Oh my god！OK, 你们是会说的，那我还有空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对啊，不准咱们就可以随便玩一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哎呀，又不对焦。这种只能自己算自己的吧，那什么？问个什么呢？问个关于我对插队成员这个要问吗？我请问呢？你自己心里面咋想的？你这个问机器呀，真是。不要问这种关于公司的，好吗？哎，你们这个问题，我感觉他这个答案呢，谢谢瑞奇主人亲亲的玫瑰花。
假啊？还真有人测过这些问题。谢谢小黑人的夜蝶，谢谢你的蝴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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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哦。插队有没有人？插队有没有人？暗恋王瑞琪，再问一次。搞笑，不是，是很搞笑的词儿。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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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说一笑了之，答非所问，让我笑一笑得了。又不对焦，笑死！哎，你们真是，你们解读真的是很搞笑。哎，你们这样说我又很没面子，好吗？真的是，谁说一笑了之、答非所问这种问题就是不给我面子，就是。OK，OK，好的，OK，好的。好，大家，他又要再问下去，他又要让我听广告了，要让我听广告了。那个小男孩要来了，男孩子爱玩的玩具。洗发水那个游戏。那其实，到底什么玩具好像知道？它不是什么，它是个，让我看看，让我来看一眼。它不是个玩具，它是，哎呀，等一下啊！当你女朋友跟你说她想换头像，她其实说换广告了。立马去找你网盘头像，给本宫挑选。换广告了，你就打开小红书，你就搜头像，你就一直刷，刷，刷，这不就有一大堆了吗？她要是还不满意，那你还能选风格，优质的、小众的、高级的，选一个长按保存，一气呵成，会了吗？朋友们，想要给你们的女朋友换头像，就这样子照办好吗？各位，让你们的，就是
我来问一下关于你们的小台阶什么时候能全员脱单？只有一次机会。答案是只有一次机会，好吧，这个问题 boring。说了，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今天他就说现在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不客气，大家帮你们就是替你们问问啦。不客气不客气，这就去表白，哎呦。那别别别，万一人家谢谢大郎烧饼的大神。这就把机会搞砸，哎，真有你的。真有你的，真有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哪什么什么哪子。什么时候能中彩票？这个问题，一旦他准了，他泄露天机了，你必定将错过一些很幸运的事情。嗯，虽然说中彩票就很幸运了，但是你提前知道这件事情，你肯定就会有所偿还。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先知道什么。排一下葫芦娃在我心中的位置。谁会排这个？没有人会排的。拿什么占卜时间？还是不占卜了？还是不占卜？会吗？今天晚上会有小台阶互相告白在一起吗？哦呦，你这是有人了，谢谢芒果的奶茶。今晚会有小台阶互相告白在一起吗？没有来小红书之前做的起泡胶，来小红书之后做的起泡胶。想做出气泡超大超解压的起泡胶吗？来小红书，这里不仅有各种起泡胶解压视频，还有各种起泡胶的制作方法，让你在家就能做出无硼砂无胶水超级炸耳的起泡胶。还在等什么？快来小红书示范。还在等什么？来了来了。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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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点力气吧。他说省点力气吧。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有冲动想告白的先别了啊。咱们就是先别。先省点力气，咱们先蓄力好吗？啊，换个问题吧。嗯，笑死了。好的，那就什么时候登顶啊？什么时候登顶？听听别人怎么说。别人让我问什么时候登顶，我问了他，听听别人怎么说。OK。好了，这个软件卸掉了，不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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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删掉。好的，家人们，咱们就是说，谢谢是火华夜的巧克力。这个软件真的还是不如实体书，感觉实体书更厉害一点。嗯。是的，而且他只接这个的广告，感觉。谢谢 MEJ 听入文的秋天奶茶。应该
其实我前之前的我的直播都不会虚焦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发困了，我的手机。谢谢跳河的大神。君のどれどれなんてしまいだけど。Yes。好了，大家。没有暗示，我只是在想，我还有什么要跟你们分享的。没有呢，我就走了。有的话呢，我就继续说，因为现在也没有很晚，就是在思考有什么。有的，是不是在想吗？我就想，我要是想到了，想到了，那就是说跟你们说说。没想到，哦，那就没有了。没有不可以玩游戏吗？嗯，对。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早上几点起床的？我今天7:45起床，一杯美式咖啡让我撑到了现在，谁懂？我今天早上7:45起床，我干什么呢？我起床跳 UNIT， 因为太临时了，咱们就是说早上练。谁懂？所以我起得很早。但我其实现在也没有特别困了，只是觉得我起得有点早。谢谢米奇的高级马克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饼干，谢谢。没关系，大家也不用夸，如果你们当天公演就要演了，我不信你们也不着急。对呢对呢，好吧，我也得收拾收拾咯。我这两天公演完，我感觉这衣服堆的，我天哪，也没有衣服堆吧，就是说，哦对，再见了大家。我发现我一后退就不对焦了，对焦 ，OK， 拜拜，再见了大家，再见，谢谢 Oreo 的奶茶，再见，再见，哎呦，我手机都要没电，我5%，Oh my god， 还好要走了。